许廷铿一连两场的演唱会开锣，亦都是 Alfred 独立发展后首度举行歌唱。又适逢大除夕，所以 Alfred 都花尽心思去制作，希望呈现最佳效果。演唱会以 catwalk 搭配圆形舞台的设计，将场馆变成四面台，歌迷可以在不同角度欣赏演出。Alfred 在歌曲铺排上都相当落力，除了请来不少嘉宾一起演出，他亦有献唱经典歌曲。期间 Alfred 又同台下歌迷热情握手，气氛高涨。而好友郑欣宜当然又来捧场啦。一向感性的 Joyce 见到好友开 show 仲感动落泪啊！到台下一班歌迷为自己热情尖叫 ，Alfred 亦相当感触啊！对于我嚟讲，呢十二年其实系一啲都唔容易。纵然大家可能见到好顺利啊，许廷铿嘅音乐仕途，咁但系其实我相信同每个我哋咧，同每个大家一样啦，尤其是呢两年系非常之唔容易，所以多谢你哋今日嘅出现。呢、这個場館咧，唔係我第一次嚟啦，當然，但係我第一次以自己公司自許記錄嘅呢一間公司嘅名義，舉辦第一次演唱會，多謝你哋每一位。